谢谢。我请教小龙妹，他也是像师姐哦，做这样也太没代志，搁这个叫你欢喜，搁你笑。安尼，我嘛要来做环保。做环保对我很像太吃力了。阿祖讲，我的医会啊，还是得去科技诊疗，真正做需要的人就到三工的。就是递器械给医生，还有消毒那些器械。 原来就去做，做就对了。Elevator, escalator, 牙刷机 scanner。哇。Control angle probe. Good job。黄周敏、郭玉琴、潘奕如、精英阵容组合，成就演艺盛宴。黄凤娇。 凤娇和立贤，他们是我的牙柱好伙伴，因为有他们，我的人生也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师傅不是有说吗？这有苦的人走不过来，有福的人就走过去。欢迎你们，虽然是配角没关系，助力也能成为主力。你要去约旦？是啊，我没想说这个答应啊。 义诊牙医助理从配角走向主角，4月6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最佳配角不同凡响。